我这个很难讲会只有为什么，他说有时候这个老师现在在这，过两天他就不在这里了，他的意思就是说你 quit 了或者 cancel 不做老师了。那有可能那天我说要这个老师的时候这个人还在，而今天要来的时候他已经不做了。那你这已经，你早就知道他们这个。没有啊，之前我不知道他们这么严重。没有没有，我不清楚。我只是说，啊，我本来想的是，我特别问他，就是这个朋友，我想的是，我想的是，但是他是。Where is the boy? What is called?我现在用这个了，拿回去给你这个了。嗯，你就弄个串子。这个，咱那边老师是不用的，因为他现在学的不会。